这个要需要飞，哎呦我靠，打起来赶快，好像我来玩，哎，搞个助攻吧，可以，哎，我要把他打断，等他，等一下，嗯，我把这个人打断，有点调皮了，溜了，我想把他们中路给打断，亏了一瓶药，没关系，等升级。咦，这都能喽？不要去点兵啊！这个时候要让这个兵线控制住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好像他有一点进攻性。你看我的走位是在跟他走对角，他站右边，我就站左边。他有点想要耗我血。好，控线，控线啊！暂时不打他，我先升级，把血量回上来。暂时不搞他，维克托还是要补刀，维克托前面没什么优势，也就手长一点啊，最好是连兵带人一起。好，可以，这就很舒服，这个E放的就很完美，给他推吧，给他推，挺好的，他推线挺好的，我不可能被抓，是他这线控不住了，他推线太快了，往后站一点，我可能要放激光，我队友要帮我，但是好像有眼，好像是有眼，线控不住了，点一下，那给他一套，他想耗我，你看这个人，这个人进攻性很强，他这么打他会吃亏的。不过我蓝耗的太多，好，我们的螳螂来了，可以，但他因为有眼吧，有眼有眼，我要利用我的小兵去渍器来保持这个线。我靠，不会吧？河蟹被他拿了，啊，没有。把他护盾给点了，这波赚，好，行了，控制一下蓝量，这波卡位卡得不错，行，就这样，成功，我还有两瓶药啊，没关系，他已经没蓝了，他对我现在已经构成不了任何的威胁，我只要防住他的嘉文就行，我有双招，嘉文不可能抓得死我。这个线虽然不好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他没蓝的，给他推嘛，拿他的爬爬虫刷补刀，他只要上我们就退啊，不管他有蓝没蓝，他只要上就退，因为很有可能是皇子来。我第一波我节奏打得很慢，是为了要多打点钱啊，因为我的海克斯科技那个比较贵。我如果频繁的回家呢，出的就很慢了。哎，我操，漏一个。好，两块，两块，两块，是我一激光。点他，不要用蓝啊，蓝要控一控。激光刺一下，好，小兵去之气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看他推不推，他推我们再用，不着急，好，可以用了，刷兵，哎，两块，两块很舒服，
好，是时候给他一枪。这六级了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六级的话，他一个冥府之握控制时间很久，如果皇子来的话，还真有可能将咱们干掉。他没蓝了 ，OK， 纳水便玩了。花刀，他回家了，他空蓝了，必须得回了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再攒一波兵，下一波兵一起啊，就全部退掉了，很舒服。这节奏就很棒，这种对线就很成功啊，这个就很舒服，啊，很舒服。很棒，啊，这很舒服了，这一波就打了1800块，他39刀，我58刀，完美。先出这个吧，我还是没有先出那个我的专属装备，因为这个呢出了之后蓝不够用啊，蓝不够用，出个章节的话呢蓝够用。我们第二件再出它啊，那也能保持刷兵就行。很好，这炮车控制就行，炮车控制就行。有了章节好多了，给我个蓝呗。他上去了。那我们管不了哈，我这个英雄游走就没有什么用了。哎呦我操，哥们儿，我就很缺蓝的，行吧。没关系，虽然没有蓝，只能说发育没那么好了啊，但是正常发育还是能够 OK 的。吃个塔皮吧，他还在上，我们吃个塔皮。吃，输，这波输，他们皇子刚打完核心，马尔扎还没蓝啊，马尔扎没蓝，威胁不到我，疯狂吃塔皮，两个激光。两个金矿，一波兵，很舒服的，很好。再吃一波，看一下他大鸟有没有？有，我们吃个塔皮，吃他一波大鸟，或者吃波兵回家，先推一波回家也行啊，都可以。我选择先推一波兵吧。好，撤。我们在疯狂的刷钱啊，疯狂的刷钱。维克多就不要想着杀人了，杀不了人的。他跟马尔扎还不一样，马尔扎好歹还有个比较长的控制。我们这钱不够，那就先出这个，挺好的啊。现在 E 的话呢，可以刷两次了，这样退兵就很舒服。20分钟之前，我们。只刷钱啊，其他的事不干，因为其他的事做了也没有用，没意义。细节不到，一个不漏，很好，把事也做好啊。这个不排了，不跟他正面冲突，打不过，说实话打不过马尔扎，好的，给他，不要，不争了，不争。花钱就行，丢了，吃一波大鸟，还吃波大鸟，我们队友在打拿龙，挺好的。当你的激光可以把小鸟给秒掉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刷钱节奏就会很好，你法强跟得上，很舒服的呀。他又上去了。我们信号都没给，忘记了，请吃他一波塔皮吧，
他只有六级，他一个人不怕的啊，顶着兵线一波推，再吃个塔皮，塔皮我们吃全了啊，很舒服。他敢阻止我就打他，好大招，杀不掉我知道，但我就是为了把他打残啊，不让他阻止我吃塔皮，然后我大招好了就放。这大招没什么用，就是用来刷兵耗血的，甚至吃大鸟的。他的中路杀的飞起，我却没所作为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不重要，你要了解我这个英雄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我现在补刀比他多了四十多刀，你知道这四十多刀是什么概念吗？你知道吗？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你可以算一下嘛，一刀你算十几块钱对吧，一刀你算十九块，里面还有炮车什么的对不对，你算二十块，一刀二十块差不多，四十刀就有多少，八百块，一个人头多少，三百块，他比我多吃了三个头，但是我比他多了八百块，也就是说我还比他赚两百块，不对，就差不多，这个经济是差不多的。但是你要知道等级啊，这有等级之差的，知道吧，这有等级之差的。所以你看他九级我十级，你要知道一个人头你最起码要给他算个五百块吧，一等级最起码算个五百块啊，千万不要小看等级啊，等级一级最少五百块，最少的。好，这波我们可以，好像不太需要我，不太需要我，不太需要我，我们过来掩护一下就好啊。好 ，OK。对，还有塔，还有塔皮，我吃这么多人塔皮，你想想看。当然了，你会说，他的队友就很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这英雄不适合去帮助队友，在前期的时候对吧，所以你跟他去比这个你比不了，我只能说比不了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就是神头鬼脸了，我可能要打他了，我有点生气，就有点，我可能有点小上头，算了我没蓝了，电视吃大鸟，吃个蓝呗，帮我打个蓝，快速推波线啊、哦，然后推波大鸟，还是蛮爽的。好 ，OK， 再吃一波回家了，没蓝了，溜走了，我露个兵。有何？好，行，回家，可以空蓝回家，150刀，发育20分钟点投降，那不会，现在这个比分不会的，这怎么可能点投降呢？13-3，军事，你看上去是军事，实际上是优势，优势在哪儿你知道吗？在我11级，很恐怖的，等会打团你就知道了。只是现在你还没有体会到我这个等级的重要性，来把蓝 buff 给我吃，我就更肥，如虎添翼，行，还不给，他可能以为我是一只病猫，所以他不给我，因为他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，我只能说他搞错了。这个很舒服，好，下路这波我可以去了，哎，我把塔推了，一波海底捞带双招，往哪儿跑了？最少死一个，我最少吃一个头，这是没得想的。三个人，很好，我喜欢。这个头先吃了，好，继续打，别怕，我现在开得起跑的，我的混乱风暴很厉害，很好。好，没关系，都得死。提速三杀，这个立马就不一样了，立马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？
你有感受到我这个装备的输出了，我这个等级打在敌人身上的那个输出，我的风筝能力就体现出来了。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团战没得打，哎，没得打，差距非常大，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我这个 boss。 这肯定起飞了，2000块再刷一波回家。所以到了中期你就会发现我要不停的游走了，哎，因为我要把这个塔给拿了，知道吧？有了这个塔，把他那个塔拿掉之后呢，就可以游走，是因为这个线可以推得很深，它不耽误你的发育，视野又会好，又会牵制住敌人啊。所以这个游走一定是在把塔拿掉。我们现在可以买鞋子了，如果选择游走的话就可以买鞋子了，不出 CD 血啊，因为我们出罗登有20冷却了，再来一个耀光30了，35了，这个蓝 buff 就满了。好，吃波三郎，现在就继续保持发育或者游走一下，等小龙刷或者看队友啊，现在就比较灵活了，现在就很随机了。好，这个时间段随机性就很强了啊，我们都要看情况，反正先保证自己不被抓死就行，对吧？啊，他们才是峡谷，那可以过来搞一搞。我这波没有双招的，所以可能会那我这输出你们顶不住的呀，我这输出你们哎顶不住的呀，看到没有，很猛啊，跑步又快，伤害又高，关键是很持续，很好。他们 VN 拿了一波，因为这边有点肥嘛，9个头啊，这边装备有点好，但是维克托不太害怕 VN 啊，因为维克托就是手长，像 VN 这种英雄你发育的再好不敌维克托的一个激光，对吧？一个激光你就没了，你就不敢再上了啊，所以这个不怕的。但是维克托很害怕那种刺客发育好的，如果刺客发育的好我们头就痛了，但这把对面很遗憾没有刺客，所以这局已经拿下了啊，已经拿下了。这VN他就是神装我们都不怕，无所谓的，他不好打输出，最起码他打我他打不到，他只要打不到我他的前排站不住啊，我只吃大鸟，小鸟也不能放。不理他，这波呢我不能往那边走，那边人没有资源的，我们只能在中路这个位置。得打团，打团，我在后面输出，没事，别怕，别怕，我不要上，我上他肯定盖我，盖我就被换掉，换掉不划算的啊，我不能跟他换，宁可不吃他这个头，也不要被他换掉。我过来吃波三郎，他不香。很舒服的呀，就等小龙嘛，小龙90秒，我可以回家一波，拉了，没关系的呀。我虽然杀不掉人，但是我这个阵地输出很强。我们主要这把 ADC 他自己冲得太过了，他要往前冲也没办法。好，不亏，我只能说不亏，不亏。想干什么？你又没什么招，我又不怕你，你又没大，你没有冥府之握，我怕你什么？对不对？他冥府之握放了，我不怕了。
我可能得回一波了。等一下我们的队友回家之前先把这个大鸟给吃了，3000块，小龙马上也要刷，这回家的时间点选得很好。好，巨肥巨肥，限速要光，捡 CD 很重要啊，我们就要 CD。 好，队友死了，来，这个龙不能放啊！我们已经两条了，但是好像队友的位置不太好，已经死了一个，现在人又少。输出是不用担心啊，绝对够，只要我不死，输出绝对够，我可以在这先阴一波，等他上。好，他死了，五波，这个你也跑不了，真没办法，来打吧，可以了，来吧。他们如果说这个皇子要是硬抢的话，那他们大龙也丢了，皇子在下，我们可以直接考虑去大龙，以我现在的输出可以考虑，来跟我走。我的队友好像不太相信我，抢我炮车，这小兵吃我炮车，大龙可以考虑的。你看这边装备也挺好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不怕他，他打输出太墨迹了，啊，要点点点，跟我不一样，我技能放完就 OK， 而且手又长，差距很大，没拉到吗？尴尬了，那我不炸死你，我这，我不炸死你，这多痛啊！开玩笑。这手好长，来大龙搞起吧，我觉得这个奶妈应该保我一把，给来几口奶一下，那就推塔吧，队友可能不太敢拿龙，推塔拉出来，拉不出来也没关系，我可以激光的骚扰他们，很痛的，一个激光2/3。这盘我只要不被冥府之握拽住，我是死不了啊，也就是马尔扎哈的大招啊，不太忍心吃他单鸟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，你想好了。好像伤害有点足，对面这个辅助炸得我有点痛，我们大龙可以搞一搞，把大龙视野排了，主要巫妖还没出，稍微缺了一点爆发，哎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有巫妖了，这配合红心能量，这一下打下去直接秒掉。来吧，大龙把他视野排了，勾引他们过来打架，这波没双招了，我必须得离这个马尔扎哈远一点。哎呦我操，我学出技能，我混乱风暴没学，尴尬了，三级大招没学，没有视野，好消息，来可以偷，讲道理这里都没眼了，哎呀不行啊，我队友又被开了，这怎么配合不起来呢？没事，我可以还手杀一个，我很猛，
没炸掉。他有闪我没办法，但是这波搞了他们打不了龙了。好，他们没招了，没招了，没招了。下一波这个中路没闪，那我就放心多了啊，因为马尔扎赫的闪现大招的确是有点赖的，他最起码能换掉我，对吧？他没闪他是拉不到我的，因为我只要掌握好他那个距离就行。行行，推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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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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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还是围绕着大龙搞一搞啊。小龙也刷了，不行，我得去小龙。行吧，吃一个石甲虫。你看我的爆发很高。OK。第四条龙，这皇子可能要拼一波。我们先把他视野排了，或者我把这皇子给杀了我。哎，把他给杀了，你受得了？这混乱风暴在这里，你们过不来的啊，过不来的。很好，吃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大龙立功，这波立功啊！硬冲我输出是肯定不行的，这没人顶得住。这波我有疾跑，他们的马尔扎哈拉不到我。大龙呗，大龙大龙大龙，可以搞可以搞，他们大龙没有眼的，可以搞，他们不敢来，可以搞。好，行，打，我在这里风筝就好，我先来个激光试他们一波，吓唬他们一下，拖延一下时间，给个这个东西你过不来的，虹吸能量激光吃一波，你敢来，再放个这个，好，收了。哎，立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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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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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推了，可以推了。我也有闪了，我有闪了，就推个高地应该是不难的啊，应该是不难的。三阶大招，先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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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没事。他们在拖，哎，在拖。你是胆子有点大了吧？刚进入我们的射程区域，来嘛！一个激光，我炸死你！哎，怎么都回来呀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敢晕我？他想把我晕住，这太难了，这他距离不够啊，他没有闪现，王者盖我不行的，不靠谱的。大招我拉开，你再追，你神头过来，你再追。哎，我这个闪现闪得很讲究了。哎，我这闪现闪得很讲究，我开始给他一个可以就是拉到我的这么一个感觉啊，他开的疾跑，然后呢我开个大招打完输出，我就闪现拉开，他刚好够那个距离的时候呢，发现拉不到了。哎，拉不到了，这样被我反杀，他没就杀这个 VN 就行，一个平 A 就死了，哎，一个平 A 就死了。他没的办法，一波吧，可以一波。我觉得我立功。哎呀，拆拆拆拆，哎，拆拆拆，我们对面有翻盘能力的，